啊，这都明明有纯的衫，那顶头哪有达波人汤米味味啊？有纯二十岁啊呢，啊交男朋友，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那你看来，咱的做伙拢是天注定。啊，做妈妈问查某囝这个代志，这嘛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起来啦，妈妈问你嘞。你是不是交男朋友啊？我是讲哦，是多一个囡仔屁，这么好打，敢留你啊？嗯，跟人比起来，你这是囡仔屁。你也是哦，把你带来厝的，我鉴定一下，给你妈妈看看嘞吼，较袂烦恼。你敢抢我的女朋友？有一天啊，我用你的头搞你的命，把丽华给我抢回来。你唔但爱搞我坏事嘞，马上去找丽华坏事嘞。到底是凭什么叫你好打？哎，好啦，算是我唔对，我跟你回事嘞。烦恼因的感情，烦恼因的婚姻，烦恼因的事业。啊，咱的生活那是平平顺顺，无风无影。啊，你敢会讲讲是一个人生啊？我是做保险业务的呢，保险哦，就是要客户安全的保障。因为我真正真困难啊。啊，你搬这沙凳是要花钱啊？嗯，不是啦。我今天不是要来林地开讲的，我是专工找我的小弟公明，要来给幼稚的小弟幼兔陪死的啊。希望幼兔手洗牙关，放过我小弟。就算爱情骨卡安安伟大，嘛免破坏人母仔的感情啊。真爱有胜过山盟甲海誓，心永远走做伙，心永远相。